各位，我们可以看一下，不知道有没有闪电球吗？啊，在我们这样的时间，虽然传说中不要回来，虽然传说中没有这样的时间也算，可是就作为主持人就没有理由了。智慧电表分大小，OK。然后 How to speak to anyone， 给你，要给你查。查完就进行好 ，OK。然后 See come go， See come go， 好 ，See come go。然后两分钟打脸，两分钟打脸 ，OK。立场一样，立场一样啊。丢一次，丢两次，丢个成交。九点，我们八点半。OK。差点成交了，可以吗？再教大家一件事 ，OK。然后拍人新手，新入十字，我可以帮够铁子兵，好伤啊！来，来，为什么？再介绍一下吧 ，OK。然后台湾社群非官方社长，我看到你好。然后再拍吧，拍背，拍背，拍背 ，OK。然后加入翻译，关掉。有翻后来就好了，所以我在猜可能是我们一直跟我们的电视连线。对对，我不晓得。对啊，要到我们年度最新的时间了。八点了，我又看了。你不用了，放下我不重要。好，闪电秀。OK， 还是要为各位不一定知道闪电秀是什么的人介绍一下哈。那如果你知道什么闪电秀的话，大概小弟也需要自我介绍一下。小弟是国强，大概就是打杂做一场的一些输入。如果一层上面有什么问题的话，那就是我的错，那请大家就是多多的包涵一下。那闪电秀什么意思呢？顾名思义嘛，开机就是一个像闪电一样快的，那当然就是这个东西哈。那就是它是一个非常快的、非常快的一个演讲。那我说快呢，就是非常快。那一直以来呢，它都因为一些特性，所以被视为公司的本体嘛，就像这个眼睛一样，大家都知道说它的本体是什么。那最著名的就是它的娱乐秀，为什么呢？因为三分钟，五分钟一到，我们就会把它把它投。那以及今年呢，我们做了一个非常有趣的投票方式哦，就是 if you are chosen one， 它就会把它放出来，然后就会可以把你选出来。所以这都是经过审视、首页选的。我绝对不会承认是我在吃午饭的时候默默的，就是把它然后把它投出来的。那今天的刚的参赛者呢，就是参赛者差点被自己过去。都在旁边的哈，一字排开。那今年也是我们蛮神奇，就是有预先的跟现场，而且现场都抽的，那希望大家喜欢。而且明天还有，所以明天中午之前记得去两边的公台都可以投稿，投稿之后就接受命运的召唤。那中午的时候就打到一边去。一般来讲，闪电秀都是五分钟，大部分的地方也都是五分钟。不过我们过去的几年以来，发现我们已经把大家训练得太好了。什么意思？去年、前年。我们都没有拔到任何人的插头，这样可以接受吗？所以今年我们又做了一个很重要的改变，怎么分钟是吗？慢一点啊！大家小心一点啊！就跟那个变钟的时间一样啊！啊，希望这样可以为大家带来更多刺激。那重点是。如果时间到了，我会为各位，我会帮大家倒数计时哈。如果时间到了，那麻烦大家给他一个很认真、真诚的掌声鼓励。那这个要练习一下，所以我们来练习一下好不好？那我就数说三二一，时间到了，大家来掌声鼓励一下好不好？预备好，预备，预备，预备，三二一，时间到。所以啊，非常好，那我们就来宾请教，那就让第一位先上来。好，那掌声欢迎大家。预备，没关系，我给你留带了。其实是我没有打开那个时间的那个倒数计时器。大家开始。倒数计时，他用电子手机在数，一不小心就变成好，那开始啦。今天我要讲的主题
也要叫做就是赚大钱啦、啊。那哎，方向你不是用八位拍嘛，所以我怀疑你的时间不准啊。那其实哎，你觉得什么时候开始你在讲话哈、啊？做大哥。可是这是现在的我，或者是你可以看到现在我 ，Hello， 对，好，那到底发生什么
么事情呢？因为很多人一直问我，就是到底我到底发生什么事情，所以我刚才上来那里跟我讲一次，整个我要一直解释。然后明天你看到我现在跟我打招呼了，真的，就是不要在意。然后我真的也不是在雷亚游戏太超，因为你可以看一下雷亚的 Instagram 写这样的 ，Think twice before attacking， 我不怕你拿，但是只怕你变胖。然后右下角还有一个体重计这样。瘦下来的，然后我的状况就是我从去年到现在差了大概20公斤左右，然后现在体重大概维持在68公斤左右。一分半。OK， 然后你可以看到，就是过往都是你看就是在那个 symposium 的 conference 里面 ，T 恤从 M 号变成 XL 了，人数变很多。可是我从去年2XL，现在我在穿 MOS 的衣服，对。OK， 所以到底怎么做呢？很简单，出去走路吧。不是，是你先把你的健康手环弄到 overfull， 你的步数要变负数，又或者是你可以把多费弄坏。我的会出至少已经会出不了，没办法会出了。OK， 不好，其实那开玩笑了，那太夸张了。其实我真的想干过这件事情，我曾经想把台北市的每一条大街小巷全部走过，就是我 boobs 的大概花3个月走出来的状况。OK， 然后大概花多少时间呢？就是我大概一个月花快70个小时左右这样子，就是40几个到70个小时走路。然后就是一开始的时候，然后你看我的这个已经坏掉了，就是这个、已经。有2-3个月，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对，是我的锅真的坏掉了。然后走了多少距离呢？一个月大概100公里是不为过的啦，就是一个月大概100公里。然后像去年10月走了236公里这样子 ，OK。然后所以就是去年的今年2月的时候有也是走200多公里，所以就大概这样的距离。那现在 Pokemon Go 很红嘛，对不对？趁这个时候赶快去走路吧。赶快去走路吧，对，然后就可以走出这样的成绩。然后到底为什么？有人问我到底受了什么撞伤，然后反正其实就是某一天，就是一开始很无聊，就是为了搭公车，然后其实某一天去高雄去上天高，所以去走路吧。我真的是 Danny。我跟你讲了，好，蛮了不起的啊。第二个完成了，下一个城市路跑，城市路跑。好，那个走，好，来干。俗话说，一个人可以走得快，一群人可以走得远。而在自软体这个领域，大家都知道，细水长流的贡献比一次用尽洪荒之力还好。然后你看，就是像左上角就是很好，就是全部都是绿的。然后右边就是一个红点，就是绿到发红了。相信大家都有找到人体写 project 的经验。那我们就在想说，为什么跟朋友写 code 不能跟朋友打篮球？为什么？但相信大家马上就会发现问题，就是不是你所有的朋友都会打篮球。我刚刚不是有提到经验传承吗？你的朋友不会打篮球，那当然是要把他教会，这样大家才能一起打篮球嘛。好，这就是我们的活动，就是传经验教朋友一起玩。我们的报名方式是这样：首先，你要先建制完成你要参加的这个专案的开发环境，然后交由我们的导师确认，才能获得参加资格。然后活动当天就可以下线。这些是我们目前配合的专案，每个专案有位导师，就是教你打篮球的人。然后，如果你对这些专案有兴趣，想找人一起写 code， 然后又不知道要去哪里找，或是该从哪里下手，就来参加台湾城市路跑。还有，我刚忘了说，我们除了不用报名费之外，所有人都免费的食物。好，快来参加！时间是下礼拜，下周末，8月27到8月28，然后地点在师大分物理学院。剩下的时间就让大家拍 QR code。特别感谢中华民国自软体协会还有师大基金社的协助。现在还剩多久啊？还有34秒。大家还有33秒可以拍。下次你们就是2分钟了。好，还要更好的。Q A。半个问题啊，有没有人要回答？
看到没有？没有。那个问题看，那不然四分之三公斤。可不可以变瘦？变瘦，什么变瘦？我们称之为变瘦吗？哦，可以，应该可以，我看应该可以。三、二，好，优雅的，好，来，掌声鼓励一下吧。好，这位嘉宾太厉害了，下次你们两个人，我们决定。好，下一次真的奖励啊，对吧？好的，这个开始。大家好，我是 S 酱，然后我今天要讲一个跟蛙的女生的事情。然后这一首歌很像很熟悉，然后我就不用多讲，就是晚上的年龄大道，就是我还以为中文歌手，稍微以为是阿飘，但其实是在玩 Pokemon Go 的，每个人都面露惊慌，就很熟悉。那当然就是既然是 Code 嘛，就觉得就三 D 而已，就是不难，应该可以写写看。那当然是我们后来完全证明是错误的。那原本我以前想说是用素颜这些比较 OK， 就可以多出一个 Pokemon Go 啊，没有什么难的。然后就像这样，就是凯拉的每个封面，就是用苹果相机，很简单就可以拍出一个这样的画面。然后接下来用 Blender 键，然后到目前为止都还很简单，然后就把它弄起来，然后就有一个神奇宝贝出现。那真正困难的事情是到做宝贝球的时候，有没有想说，只要把球扣掉 C 抗的叉叉，就是宝贝球，大家看这个样子。那接下来遇到一个很严重的事情，就是3D 的在那个跟着的布林的运算有一些问题，所以当你把它扣掉之后会出现这种就是里面的裂缝，然后你就要全部，就原本以为只要扣掉就可以关，但其实就要重新建的。所以当把那些点全部都清光干净，然后再上色之后，大概花了7个小时。结果是写就是玩跟着的时间比做 JavaScript 的时间还多。那当然，实际做下去之后就发现说，包含比如说手机装置要组装或者什么，需要用到很多很多的数学，然后有什么四元素啊、油啊、角，就是从来没有听过的东西。不过最后勉强的加上那些主教资源模仿，这个是那个碰撞的真正的物理模拟。不过经历这些事情之后，再也不用太紧张。对，那 anyway， 我先要 live demo， 就是最后我们在时间之内要摆出这个东西。我们先看一下就是。手机上面的画面，可以看到吗？哦，好，这样可以。好，那大家现在看到就是我们在手机上，这是网页，然后我们去侦测 device orientation， 然后让就是三 D 屏幕移动。所谓 station 就是可以让自己成为 WiFi 的登录板，去连另外一个 WiFi 基地台。
而所谓的 AP 就是让自己成为机器盘，别人可以给过你。最大的分别是在于说，成为客户端的时候，你连到 WiFi AP， 跟着走网路线，就可以连到 SP， 所以就会网路。那另外一个部分呢，就是你自己成为机器盘，但是因为7688没有其他方式在对外，所以就没有网路。那我们会两种同时开始。好，那中启动呢？就可以连到别的 WiFi IP 之后，就可以再连到 SP， 所以有网路，然后再让自己成为基地台。哦，那别人就可以再连过来。如果说我是开发者，我用笔电，我就可以再连到7688去做开发。同时也可以让其他的 WiFi 装置连过来，各种 IoT 的玩具，像比如说sensor 温度的 sensor， 各种 sensor 这样。所以简直是太棒了。不过它可以同时打开吗？官方的说法是不行，你要再买一支 USB 的 WiFi。但是然后你才能有两种 WiFi， 这是废话嘛，你这都有装当然可以。所以是真的吗？好险7688是一个 open source project， 所以就 trace 之后发现 chip 就有资源 ，OS 有资源 ，Android 有资源，只有 dash script 不支援。好意思，我就用了洪荒之力打了 H 加两行。我是不道德的，你知道吗？比较中国人的男的，啊，不要吧。那不然那十五秒都卖给你好了，好不好？现在十五秒，一个，你不要等了，不要等，我就等他出来嘛，除非我不耐烦。好，可以开始了。我还是啊，我会说什么啊？
第一次做 Lightning Talk 的主持人又是什么啊？啊，无聊啊！谢谢，叫回来啊！好，下一位。大家都用的那么顺畅。喂喂，有 ，Hello， Are you there？ 喂 ，Yes， I am。哎，大家好，我是 Tian Lin， 我今天要讲的主题是就是开源新手新路史。那我先介绍一下我的背景。那个我跟很多人一样，大学前是没写过程式的，然后升大二的时候看到 Git 这个名词，然后升大三的时候第一次来参加 Cost Cup， 这是第二次来。那大四实习的时候真正开始用 Git， 然后就是在做一些小专案这样。那我一开始是怎么接触 GitHub 呢？就是觉得哎 GitHub 好棒棒，有好多好棒的程式啊可以参考，然后也有很多就是那个学习的资料。然后接下来开始写网页了，就把这当自己云端硬碟，就是写一写有没有，就放一份上去，机器坏了两边砍掉，然后你再 clone 下来就好了，好方便哦。那想说 library 越用越多了，想说想要对社群做一点贡献，然后就跑去帮人家开一个 issue， 然后结果第一次送 issue 啊，就送错地方了，就是我要送给那个 JavaScript library， 结果我送到那个 Python 的，然后名字还一模一样。然后之后说真的还是几乎都是一个人用啦，然后之后想说啊，这个不要玩单机版的，我要玩连线版的。然后想说就开一个学习共笔好了，然后这是我们学校那个 NASA， 就是那个计算机网络管理和系统管理，然后那个课非常的硬，然后我们同学都会就是同心协力来克服这堂课，然后就是大家整理一些共笔，然后就开始有人参与了，感觉好像慢慢变好玩的。然后这是最近国外会很红嘛，然后看到国外有一篇就是最佳路径规划文章，可是我在网络上找我找不到一份 code 我看得懂，然后也跑不起来，我想说那要不要试着来自己解解看，那这就是我做的，然后就用 Python 写，然后是用那个模拟退火来算，它是一个随机的演算法。那一开始我是用那个 Pokemon Go Map， 就是去扫像这个之前刚刚抓的那个中研院的地图，然后你就把它点抓下来，抓下来之后，你把它的 DB 档拿下来之后，你可以用那个 SQL 稍微删一下那个范围，啊，你就得到一个比较精简。那这个就是可能比较偏中研院里面的那些点。然后之后你再跑一下，然后模拟退火它就是一个高温到低温的过程。然后我把经纬度稍微换算成距离，所以说中研院内的那个距离大概是可能7公里左右这样子。它长出来的图形就是大概是这样。哦，这看起来有机会哦。对，然后你再把它那个丢在那网页上，然后就会变成这样的图形。对，就有一个路径这样。啊，这是人家贡献的。然后就是有报到台城台湾，然后得到了一些回响。然后其实这是第一次，就是真的写出一个东西，然后把它抛出去。其实心里那个障碍很大，就是其实很怕，就是被人家拒绝啊，或者什么。然后双手准备好吗？然后我相信，就是大家很多人其实新手，所以。Yeah！所以希望大家赶快跨出第一步，然后结束台湾。掌声大一点，掌声大一点。谢谢你让我们今天活过来了，我又感觉到对主持又充满了信心了。好，下一位。好，这么快吗？开始喽。大家好。那接下来介绍那个防社群跟方克式版五分度作业系统。好，然后这是什么呢？这是一个针对刚刚Ubuntu来做进一步的台湾本地化的作业系统上路版本。那开发目标是在不远离开官方版本的开发方案的前提下，就是提供更多的台湾使用者的使用体验，然后再作为范本来进一步开发其他的台湾的各自化的Ubuntu作业系统。好，那包含什么呢？就是台湾的中文的环境跟输入法，那一些还没有进Ubuntu上游的重要修正，那虚拟机器客观的资源软体，然后让你装在 VM 里面的时候就可以装用这样子，然后还有一些东西，那不包含这些，然后同时安装了香港语系跟接近中文，就是可以增加我们看懂的那个界面的量这样子，然后支援中文显示跟输入的 P2Y 终端机。还有那个中文的 m a
Main Page 中说明文件。好，那就是刚刚那个显示跟输入的 T1 中文集是用那个 FB Term 跟 UC IMAP 这个专案做出来的。那好，那还有支援中文讯息显示的 PMOS 的开机画面。那大家可能用过五分钟，可能会看到就是这个中文字，对，就是一堆方块，不知道什么，不知道是什么东西。那修完之后变这个，好，那预设安装那个Ubuntu的 Unity 桌面环境跟 XFCE 的桌面环境，让硬体比较差的时候，这里可以流畅的使用LHQT。好，那另外还修正了这些那个修正。那目前的开发状态就是我针对那个Ubuntu 4.04 来开发一个雏形，但是它目前只有root address， 没有安装程式，你只能会进 BA 里面玩。对，然后有一些设定基本上只是 work around， 对，然后只是完全手工建构这样子啊、那所以我们需要你们的帮忙。好，这是我们用到的一些东西，比方说 Live Build 啊， Live VM Installer 的 VCD， 然后 Ubiquity 跟 SystemD， 然后现在就是我们的专案网站，请大家拿起你的手机扫描一下。我们终于有时间做了，好吗 ？OK， 谢谢大家。好，谢谢。好。爸爸的信心只有下降3%了。来，下一位。哦，双响炮哦。我这是社群大大炮，只能回答哈，不好意思，没几个错。噔噔噔噔。欢迎好，好，大家开始喽。大家好，我是 Tim， 这位是 Kiss， 我们两个分别都是台北打牌的来者之一。那台北打牌其实一直以来都是来这边吃东西啊，拿赠品啊，然后以及就是跟喜欢开始聚会的地方。那台北打牌从去年开始，其实都有办一个小小的活动，叫做 Pi Club， 就 Pi Club 其实就是大家一起闲扣的活动。那这个闲扣就是带大家的 Open Source 的专案，跟刚才那个 C Tank 的很像。那这次的活动里面就是有 Project Owner 跟 Contributor， 其实就只要带着你的你自己觉得很得意的 Open Source 的话就来就好了，你应该可以找到一些人跟你一起闲扣。那在办这个活动的过程中，我觉得很高兴的，就是可以看着一些 project 从无到有，明明还是概念，可是最后却可以实际把它做出来。那办这个活动也有什么伤心的地方，就是办个 owner 没有来的，不过那个 contributor 还是竟然可以提升出一些 project， 然后产出一些很有用的东西。或者是 owner 来了，发现环境太难设定了，结果很快就结束了。所以我们后来就是办一整天的活动，不过我们就遇到一些场地的问题，所以很谢谢就是在画面上列出这些列表的。有赞助过我们场地这样，那为什么我们要花这些时间办这些活动？那我想要让 Kim 讲一下为什么要办开发这样前后的活动。好，那我为什么要办开发？现在很早很早就有，不但而且，那我当然别帮人解扣，来让他们出错，然后我来让世人检视你的美意，然后让他一起来帮你下手。我是说有机会的话，好，那很多 Open Source 打开了新的世界，像 Linux。OpenStep、Python 都是很知名的专案，那也是很巨大的专案。那 Python 是打开了新出柜的。好，那 Apple Open Source 基本上刚刚听他们讲到，有 VM 还有他们的 Swift 都对他们公司有相当大的帮助。那一间小公司其实会认公司，那大家可能也听过，刚好听过，那来去报名吧。那 Owner 可以到这边一秒两秒，是吧？或者很多人可以到 VR 的页面上来报名。然后一起来玩，那我们现在来给 ，OK。来 demo， 来，有一句名言，大家有听过？大家会心一笑，我都是这些人。好，那这是 live demo， 如果能到 live stream， 那你就到这个 Google 碰上，也让你的名字啊，还有你的照片在就好了，对不对？这样的专案不要客气。那你到我们过去的话，你可以看到像我们去新门的那个判输入法，还有判输的那个专案，一天都写完之后再搞我这样。那写完还有时间做10秒 GIF 的动画这样。那欢迎大家来参加台北的 H
来采访你们专案，谢谢大家。好，谢谢。店长跟就是上去做吉祥物这样子。好，下一个也到了来哈，黄辉。好，帮他广告，顺便帮他广告一下今天。广告没有用，因为他今天上午已经讲完了。好，不好意思啊，同学。好，下午了哈，那你讲完了。好，开始喽。大家好，我是童辉，从中国大陆来的，北京格路1064 Group 的成员。给大家讲的这个话题啊，对，我还要说一下，通篇只有一页。中国大陆老师喜欢这样子哦，这样子从这个没有成绩的呢。我这是继承了2014年 Cos Cup Black Talk 当中 Zoom Quite 就是大妈。那个优良传统，这五页啊，如果想看的话拍下来，然后它拔了也没有关系啊。然后我也不会语速很快，因为这五页，所以大家拍下来听我慢慢说就好。为什么要做这个翻译呢？就是这个 free software free society 呢是 Richard Stallman， 就是理查德斯多曼博士，他毕生所做的各种文集各种文章的一个选集。非常的棒，所以有关自由软体、有关社会变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文件，所以呢，我是比较喜欢。然后呢，我们决定北京第一次工作组的决定在一起对它进行翻译，有些翻译已经有了，无论是简体版或者是繁体版、正体版都没有关系，我们把它进行一定的整合，所以就是整合了既有的翻译，同时补充了一些未翻译的内容。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完全翻译完。图片上展示的是。与此同时，就在此时，北京的一批人，他们正在进行对这个文档进行校对 ，pre-reading， 还有更多的其他的翻译部分。如果有兴趣的同学的话，可以去看这个下面这两个页面网址，两个页面里面，一个是GitHub repo， 另外一个是在线阅读。虽然只有一页投影片，不过我还是愿意给大家展示一下，就是。这个已经翻译出来部分，当然，标题还是英文。其实点进去以后，可以看到里面内容就已经是中文，就是现在是中英放在一起。如果 pre-reading 就是校对完成以后，会把英文部分删去，最后只留下中文部分。然后这样做的好处在于是在校对的时候更减少了我们校对的工作量。所以呢，如果有兴趣的同学可以参加这个翻译。目前。只有简体中文版没有关系，可以新开一个 branch 或者大家 fork 出来，加它的那个正体版也是 OK 的。另外注意一下，它的授权不是 CC 的授权，而是格路官方的这个自由软体的自由文档license， 所以它授权是不太一样的。因为它是 free license， 就因为它是这种 free document 的 license， 所以会产生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你需要加 FDL 整个这后面的英文部分。好了，就是这些，谢谢。真的爸爸的信心要下降百分之三。好的，好，不好意思，下一位要借我电脑，刚刚说那点的。那在那个他接电脑的时候，顺便跟大家宣导一下啊。第一个，如果你要在看我的 vlog 的话，那你应该就知道了。那如果你没有在看，那你该看。为什么呢？因为明天的 unconference 的议程已经出来了。啊 ，unconference 这次的议程有6个、7个，不用记账啊。反正你上 vlog 就看得到了。那其实 vlog 上面也会有随时更新的最新消息，所以还蛮希望各位可以随时都去看的。因为比如说像今天中午抽签，然后抽了 Lightning Talk 的时候呢，我就有点困扰啊，因为我要打电话给各个讲者，结果各个讲者呢就是不接我电话，因为他们都可能在做别的事情，然后就只好一直不断的去广播。那如果你看到你中奖了，you are the chosen one， 那麻烦你就是开一下电话，让我可以联络你这样啊。OK， 非常好。OK， 开始。喂，我是汤子，然后我在上个月前退伍，那一天是鬼门开，所以我就从阴间出来了，剩下不重要。然后出来之后就有点就是中邪了，就把卢比小放在那的 ，OK， 对。然后相信前天卢比开给的也没有，因为这是我演讲主题。然后他东西是什么呢？他是用卢比写
GSL 的 shader code， 然后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卷跑。老板说这样一定会投上，然后我就投上了。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是被我忘。OK， 那我们先看一下这产生出来。OK， 就是我 build 出来我这个 binary， 那它打开的话，它是一个 3D 模型，然后我做一个 diffuse 的 shader 在上面。那你现在看到这个颜色，那如果我对它的这一个档案。这个是比较旧版本，那我现在就是它现在是 RGBA 嘛，那我先把红色调少，然后绿色调多，然后整个档，那我们再大概看这个执行档化，那它就会产生新的颜色，那就是 shader code 它的改变。那这东西到底是什么原理呢？那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另外一个档案。漫长等待又要开始喽，可能还有一分三十秒。哦，好像还有点多时间。OK， 是吗？这个东西只剩三十秒，你知道吗？哦，是吗 ？OK， 那我跑一个 Rick， 那这指令它会执行我里面的 Ruby 程式，然后它这边的话，它就会产生出这堆 shader code。那这堆 shader code， 它基本上它怎么做出来的呢？我们看一下简报。好，然后就是回到春秋了。对，基本上这东西其实它完全没有写什么东西，它就是写了 by the script 组起来。所以你刚刚看到那堆东西，它只是用 Ruby by the script 组起来，然后它基本上就是用 DSL 特性，然后产生一堆就是表达式，然后把组起来。我们来看一下，就是 Ruby code 到底长什么样子。就是我们直接看旧版来。对，旧版就是说我第一个变数就是。like 什么事情，然后 is 一个 make for， 它是一个四向量，然后告诉他说它值多少，然后我一个球体颜色，他告诉他说它是怎样，然后矩阵，然后方序，然后对，就这样。所以基本上你在那边看到它是 Ruby 的 syntax， 可是我实际上产生出来的话，它就是那个一个 shader code， 那它就转换成这样，就是有 type 的那种呈现，对。然后解构不见了。是。然后就是让它有一些限制啊，就是没办法说设计上，然后用预期化的话就会出错。二，这就谢谢你。你的 BOF 到底被排在哪里，或者你在看 blog 的时候也有。如果假设你没有报，那我说你可以随便去乱录，那我有开放给就是大家就加时的机会，但是我们时间毕竟有限，然后时间只到8:30，所以假设你们很想去花，那你其实可以去定价餐厅，好，那就去花，这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情，如果您明天报到的时候，非常鼓励各位试试看我们的那个 Cost Hub Pass。非常鼓励各位试试看，今天没有用的，明天开始也试着用用看。那今天你已经有用的，明天当然要继续用用看。今天不管怎么样，就是不想用的，那我也不能对你怎么样。但是麻烦明天要签到，明天要签到。明天签到方法会非常非常简单，因为现在的各位，你每一个人都已经拿到我们的手册啊那些东西了，所以明天你就自己过来，然后登录 GoStar 的网路，然后就自己按一下登录，进来了哦，如入无人之境了哈。那这也是一个非常快的登录方法啊。那假设你要员工签到的话，我们还是会有员工的柜台摆在那边，让各位可以去签到这样子。特别要注意，因为签到事关便当，
非常重要，所以请各位记得一定要签到啊，十点半之前签到的才会平常吃哦。好，那就是这个样子啦，谢谢各位，那祝各位今天晚上有好梦，那我们明天再见，拜拜。